一个可以卖快40块钱呢。多多多，清明节扫墓优惠。今年的春假是什么时候啊？学生有春假，不知道春假是什么时候。我来看一下，跟我们学到稻草人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稻草人的这一个材料是什么？50根木头，一个库，一个20个草库。我有卖掉过库，我好像要铲石头才会拿到。我们先浇水。它这个速度不一定一样，我是没有浇花浇到，是不是？这边怎么还是种子的状态？3月底开始，学生的好处就是会放一些上班族不太会放的假，蛮好。收成，吓我一跳！这是什么啊？看不出来是什么作物哎，是不知道种到什么东西。好了，浇花了啊、哦，然后我们想办法拿到那个库。库我好像挖石头才有，是不是这个？应该是没有浇到。然后一个书屋。起来了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耶。但是学生的缺点是，学生通常学生的经济能力不太好，所以很就是跟成人比较不好，就是很多想要的事情，例如很喜欢九妹，想要订阅他，想要抖内他$50，没办法抖内。什么东西？救我！Smith can break it open for you. Who knows what may be hidden? 哦，我可以用这个去进去 blacksmith 欸。哦，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到时候把它发给你。哦，是树木的种子。奇怪，我怎么拿不到那个库啊？是不是要大块石头啊？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这边还缺少什么材料呢？这都有了，草跟啊，所以稻草人可以把那个讨厌的乌鸦吓跑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材料够了哈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 scarecrow。然后呢，我们把稻草它可以直接插在整个里面。像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？这是石头炉，我想做石头炉。我这边开一个，一样是开一个门好了。
石头不够，我去领石头。对，这个游戏好像蛮多人可以攻略，但我们还没有玩到那一部分，因为现在资源太少了，所以要想办法先把我们先打拼才能去把妹。先做十个看看。好像栅栏是拆掉就不见，但是比较大的物件拆掉还会在。哦，铺个石头小道，有点感觉咯，有点感觉咯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石头小道，然后这里也铺个，不错不错。那可惜我这边还打不开来啊，我们需要的时候再继续铺石头。哎，我又拿到杂种，种一下杂种。水好像不太够，还有什么可以做呢？我们现在就是要赚到，就是要赚到2000块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可以开始存了。我觉得我不要再买种子了。我们拿个钓竿来啊，是不是要钓饵才能钓竿呢、啊？要钓饵才能钓鱼。嗯，拿一下钓竿。哦，这样就可以钓。等等等，这样是有在钓了吗？不对不对，再一次。怎么？按了没反应？哦，哦，这样是按左键，是按左键，不是按那个。这里有鱼吗？看起来好像没有鱼。我们等一下，be patient， 耐心。嗯，来，看来了吗？嗯，啊，我们去海边哈，我们去海边吧，去海边钓。算，体力不够，我们待会再钓。我先睡个觉，我先把东西都砍掉。就这样，明天再说。我们还有什么任务啊？哦，我要盖一个鸡舍啊。好，我们待会先去，我们先睡个觉，然后明天呢，先去看一下鸡舍要多少钱，然后再去钓鱼，再去钓鱼。这里只有鲤鱼网，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啊？哎呀，还要每日浇花。欸，豌豆已经攀上来了，好可爱。好像站的地方九宫格都可以浇。但是种豌豆，因为有插杆子，所以就不能穿越它。跟村长说生日快乐，会有送什么啊？会加好感度哦。没事啊，好感度，我对村长没有什么爱。他说在北边还南边，我有点忘了。罗宾住在。Nose 北边，罗宾住在北边。我们直接，Carpenter， 我们先往上走，再往右走。
台。好了，我们捡到是什么？哦，这好像很不错哎。White Horse Dish。生辣椒，这是野生辣椒。好像是野生辣椒。晚安，我是赶紧去睡，已经12点，我再开一下下，我再开一下，待会要关了。木工在这里了。这边还有帐篷，该不会有住游民吧？真的好小的帐篷，但什么都没有。这个城镇不知道有没有游民，有个水袋。不用啊，我觉得副帮主不用等汉化啊，你就先看我怎么玩的，大概知道这游戏怎么玩之后。其实就可以玩了。今天这间店关起来了，我在 Caroline's Place for 凯洛琳在哪里啊？什么 club？ 这个是。但这个游戏的确蛮有可能会有官方的哦，有氧运动，有氧俱乐部，运动，放我鸟。峡谷有一个非常，这是什么 ecosystem？ 哦，他在记录，他觉得这个峡谷的这个生态很棒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留在这里当植物学家、植物系的、蛮好。这个小时候，这个地下室，小时候看不懂神奇宝贝，只知道什么是补包就 OK 了。沙巴斯丁在这里，沙巴斯丁坐在地下室，就是习惯了。当然是需要一个 learning curve 啊，需要一段时间去学它。哎，他放我鸟呢，真的是哦。好吧，我在想要不要去那个俱乐部找他，还是我明天再来他就不会在了。再往右走，好像往右走，啊，上不去哦。Railroad 上不去，可能之后挖才能上得去。好吧。欸，我记得海滩砍300个木头有东西耶，可以搭一座桥。Linus。Have you come to rebuke me？ 你是来嘲笑我的吗？怎么了？我正在想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不知道是怎么样。哎呦，这边有个洞。哦，这个是谁？因为这个游戏可以视窗化，你就像我一样嘛，边玩的他大部分字都看得懂，除非英文真的很烂，就你英文程度还像我一样普普通通的话，就偶尔切出去用双萤幕切出去翻译就好。我正在窥探这个老矿坑，已经被废弃了非常的久。
但我相信我在猜测下面可能会有好东西。害怕，就是已经废弃这么久了，有可能下面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。可以接下去 ，You might need it。哦，可以打怪嘞 ，Rusty Sword， 破旧的剑。我的名字是马龙，顺带一提，我的名字是马龙。它外面有一个冒险的教程嘛，我会好好的注意你，证明你自己，或证明你自己，我可能会只要证明了你自己，我可能会把你当做一员，所以还要教学是不是？我上个厕所，等一下，我不知道按一可以暂停的、啊。我包包里有什么？哦，包包里这个喷不掉吧？我不会连斧头什么都喷掉吧？看一下，哎呦，这边可以往下，但是我这样往下走是不是回不去啊？这边我恐包遇到谁？这个背景音乐还蛮有感觉，那我也没什么好喷的，就是我上次看一个实况组玩这里，他可以一直到很下面的地方，哎，靠腰，这个歪歪也没体力。我觉得这边可能比较适合的是那个，我有一些金矿，有些铜矿。我再下去一层就不要就上去好了，有点危险啊！木头，哦，人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它可以让矿工，好贴心哦！那我还不来吃个，试试看，我好像还没有吃过东西。下层物品越好，那我可能要准备很多补体力的东西才可以，而且我背包包也不够。我、哦、靠呀，有怪！这怪会不会很强啊？我、哦、这好像有金矿，这样子我打到新东西是不是捡不起来、啊？八十层还没走完，这怪会不会很强、啊？试试看，拿出我的剑。嗯，还好，我往下面，往下面一点。战斗系统，边挥剑的时候啊，身上有什么可以丢？哎呀，我这个不能捡哎、欸，这个丢在地上，看为什么？把、啊、这也吃掉它。然后这什么 ？Slim with no smile。Slim 怎么翻作什么 ？Slim 黏液。哦，每五楼会记一个点。好，那这边应该是可以打很多素材的地方哦。之后再来哦，因为现在真的是，我要现在当务之急，基本上其实就是拿到背包了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因为你要背包才去探险。哦，这边是冒险者协会是不是 ？Proven Adventure Only。啊，要有经过证明的战士才能够进来。哇、哦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哇，这个游戏真的可以玩很久哎、欸，可能可以玩到上百个小时哦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家啊，我们先回家把体力花一花，东西存一存，想办法存钱。剑就把它带在身上。
剑要带在身上吗？我现在这格子实在是不太够，剑先不要带身上了。你们讲的中文补丁应该都是非官方的吧？官方的应该还没发吧？官方如果发，那这个游戏我觉得在台湾会很红，因为 Minecraft 在台湾红，这个类型游戏我觉得也算是有潜力了。玉可，你什么游戏都买，你有时间玩吗？我觉得我很闲的人都已经没什么时间玩玩。你看我连全境封锁都没有时间玩，因为我知道全境封锁要花很多时间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的令，这叫令。We both live outside。我们之前 ，Does that mean something？ 我们还在，这个是在亏我吗？我们之前都住在城镇，我们都住在城镇外，这代表了什么吗？哇塞！这么大胆约我，不如晚上九点就去你家坐坐。哦，锁住了，初次见面，不进去泡杯茶吗？这游戏，我跟你讲，独立制作通常都是五个人以内的团队做的。但是我为什么说独立制作很有可能汉化？但是要等，通常要等好一阵子。独立制作要汉化，就是要等别人帮他翻好，就是粉丝帮他翻好。通常会有很多那种粉丝会翻好，然后翻好之后呢，他只要作者点头就可以直接补丁打进去。但当然，就是游戏要够红啊，才会有那个。这边我钓不钓得到？试试看。欸，晚上钓鱼会不会钓到很可怕的东西啊？我等惊叹号的一瞬间按左键。我后面那个不用工作，整天在打手游，这是在讲自己的老婆，还是讲自己的老婆？感谢猴子的11等续订，谢谢老干爹，谢谢猴子。到底钓不钓得到呢？钓鱼会不会耗体力啊？我现在137，是不是拉起来的一瞬间，还是甩出去的一瞬间扣体力？听说这个游戏全球卖的，光 Steam 上面的数量已经进账了上亿元台币，上亿元。那就算给 Steam 拆个 30% 好了，也台币7000万。所以，只要你做的独立游戏够红，你一款红了，全世界红了，就不愁吃穿。啊，我是不是惊叹号的一瞬间就要拉？我再抛竿一次，我一次扣8点，还好还好。Hit， 这样哦。现在怎样是怎样 ？Class rise bar， 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就是不能超越他，是不是？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是要一直去追他的进度。哦 ，sunfish， 太阳鱼哦。什么是 sunfish？知道，还不错呢。我再钓钓看哦。有惊叹号，马上，哦，很快。啊！这种长条状要累积这个能量条的，我想这种类型的游戏，某些人应该是很会玩的哦。我就不说是什么游戏了。啊靠！想睡觉了是不是？啊，12点是一定要回去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哦，这是另外一个，达到第五楼。这是刚刚矿坑他接到的新任务。我们先回去好了，越来越暗，这个看不到路哎。完蛋了，太暗了！我现在身上没有材料可以做木棒啊，不是木棒。没有办法做火那个火炬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。一点钱没有到家会怎么样？不要吓我啊！剩下15分钟，10分钟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啊 ！Please， 会不会累倒在自己的田里呢？啊，开门，开门！
哦，到家了，到家了，各位睡觉。哦，不能，我不能在外面通宵，超过一点哦。哎，我的挖矿，我的挖矿也提升了。Cherry bomb， 哦，可以炸石头，对不对？樱桃炸弹。